Hello， 大家好。那今天要来为各位介绍透明文字贴纸的做法哈。那这个贴纸做法很简单，那在很多场所都可以用得到哈，包括你公司的招牌，包括你这个水杯哈，要贴上你的特殊的图案或是文字哈，都非常好用。啊，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就是一个范例哈，啊，它在水瓶上用这个透明贴纸啊来贴上文字，啊，那它做好大概就像这样子啊，这是用 A4 的纸，然后去用镭射印表机去列印哈，啊，然后再把它转贴到这个上面。那各位可以按我右手边哈，啊，这个连结哈，啊，去看一下详细的说明，谢谢各位。